随着春节的临近，有着上千年悠久历史的枣庄市市中区七村大集也是热闹起来了。过年少不了的年画呀、台历呀、衣服鞋子、锅碗瓢盆，还有烧饼、羊肉汤、丸子汤等等传统特色美食，那都洋溢着十足的人间烟火气呀，过年的氛围更浓了。那包包子人包粉饺，包个馄饨有多好呀？家家户户离不了啊！10块钱搬过来，家添人口，外添车啊！这福禄寿喜一起来，咱弟俩我提前给你拜个年啊！货真价实啊！这买的买，烧的烧，热拌凉条炒辣椒，炒出菜味道高呢。七村大集已经有上千年历史，随着春节临近，大集上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。年画、春联、干果、甜晒鱼、蔬菜、肉禽一应俱全。虽然福字春联每年春节都有，但前来购买的居民都怀着对来年生活的美好祝愿，在摊位前仔细对比，精心挑选。伴随着叫卖声、问价声，流淌出浓浓年味儿。熟悉的乡音、绚丽的年画、新鲜上市的本土新鲜果蔬特产、热气腾腾的年糕卤味儿，满满的家乡味儿，最是动人心。大集承载了许多珍贵回忆，尽管人们现在购买年货的方式越来越多，但很多人还是喜欢去大集上转一转、看一看，就是要感受一下热闹的年味儿。生意很好啊，这两天都过年了，都来赶集了，赶年集。头一次来，我觉得这地方东西很多，品类很全，来置办点年货，回家过年呢。